还得靠咱们社恐但勇敢的战哥，为了不给千里迢迢看肖战杨紫三连冠的粉丝们留下遗憾，小有心机的肖战亲自在大合影阶段等待姊妹的到来。那看似无心的转头，实际却是在愁姊妹的位置。见姊妹离开座位，肖战才慢悠悠地走向楼梯口，而后两人终于迎来了粉丝们日夜期盼的同框。互相对视时，两人脸上的颧骨都升天， CP 粉们看到直接大声尖叫，等了一晚上也值了。万万没想到，战哥与姊妹的撒糖居然在活动的最后，而那互相谦让的小动作也让粉丝们磕到了。由于时间的限制，工作人员直接拉过两人站在一起。紧接着肖战发现姊妹离他而去的表情太搞笑，一脸疑惑又可爱的表情，姊妹怎么一瞬间就到那了？不是说好一起站边边的吗？拗不过工作人员的杨紫抬手让战哥过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战哥下一秒伸手的动作不要太自然，两人都是娱乐圈的顶流，但行事特别的低调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二搭。对此你有喝过肖战杨紫的 CP 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